后摆咧，咱两个斗阵生两个囡仔，啊，我过去上班，钱我来赚，你倒吼做我一世人的小公主。你来得坐啦。坐啦。哦。哎呀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提杯啊。哦。啊，医生若无伫个，咱安尼七八日来，安尼刚好啊。哎呦，医生哦，这两天无伫厝个啦，叫我替伊顾厝啊，啊替阿花啊。看起来你跟医生的感情比我较好哦，伊竟然阁予你稳带收拾。欸，我做生意的呢，我五湖四海吼，啥物款的朋友拢嘛有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我是不是甲所有的女性朋友拢切断关系，啊，拢莫交叉，敢无安尼做生意？我无这個意思啦，我只是哦。好啊，你甲医生嘛熟识嘛？啊，我若真正介有安怎，我可是算双脚踏双船的。我讲过会带你来遮，我讲过会甲恁阿叔介伊安尼塞做堆。你讲我忘唔对啦，是的啦。哎呦，医生哦是我的合作伙伴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伊对我的要求吼、哦，我拢袂甲拒绝啦。洪小姐，这样你了解吗？那呢，我甲医生哦，共是无说你落去厝内底，别搞笑。当然是你啊，嘿，那医生哦，看起来够足强的，真正是一个女汉子啊。你这个答案没用的哦，医生哦对了吼，我阿姐去给就好。嗯，正确。那呢，我今嘛就来调你哩。你调的酒哦，真正有够好啉的啦，比人迄专业调的哦，搁较厉害。嗯，我阁想要啉嘛。那呢，我该调一杯给你。嗯，那不酒啊。免啦，你就是我的酒。我安尼看你吼，我就醉。你是为饮酒醉啊？你脸笑诶。嗯，对啊，啊你酒量明明就足好啊。我就是因为我无醉，所以吼，我无脸笑话。你敢知我的梦想是啥？我的梦想吼，是想买一个家，有你王亚纯伫的家。后摆咧，咱两个斗阵生两个囡仔，啊，我过去上班，钱我来赚，你倒吼做我一世人的小公主。嗯，这是你讲的哦？你不是，我就。啊，没。我休息。